我是 Coco， 我是大超。夫妻看房，今天我们来到好莱坞，给大家带来一间800万的五房，然后七个卫生间，5767尺、然后是刚刚建的，2023年新建的，赶紧带大家看一下啊。对，上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车库的主体和房子的主体是分开的两栋楼啊，车库和房子。然后呢，房子我们从这边建。接着往上走是一个全新现代风格，然后是钢的楼梯，哇，这个钢楼梯噔噔噔噔，回家有点踩着一些节奏的感。 OK， 进来这个正大门， OK， 进来就是直接是一个厅啊，这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厅，然后大面积的落地玻璃窗，然后呢对着一个泳池，这不应该说泳池，我说错了，是对着一个 SPA 池，应该只是一个 SPA 池而已，我觉得啊。然后它这边有一个 pool house， 其实这个 pool house 就是在刚才那个车库的上边，是。然后它这边做成了一个 office 的一个区域，但是它因为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也可以做成一个房间，啊。是的。所以这套房 so far 800万的话，有可能它是建筑成本比较贵，因为目前我还没看到什么。造型很特别。对，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什么景，但我们去等一下二楼看看，也许有景哈。好的，来接着走。反正这个 deck 整个位置面积也是蛮大的。再来看一下推拉移门，估计也是造价不菲。然后往里边 OK， 这算是它的一个餐厅的一个区域，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主的厨房，它和现在的这个喜欢刷白完全是背道而驰。是，它是整个刷黑，然后用这种木大大黑的木纹，然后棚这边还有一个 prepare 的一个 pantry 一个 room 在这边，就是对。然后我们接着往这边来看，我们先去楼上吧。好。对。OK。对，他喜欢那种黑色风格，你看他这种玻璃啊，本身玻璃是白的，他都要搞成黑的。是的。然后呢，原木色的整块的这种拼接的这种楼梯头，然后我们再来楼上，楼上先到第一间房间，啊，哎，我倒觉得我们给女儿弄一张这种床就差不多，软包的，是不是很不错？我最近看房老是看着想说自己家里配什么样的家具。这是一个套房，这个房子有很多这种不规则的空间，不规则空间，然后拉一些那个天窗，是不是？OK， 我们来这个主，哇，主卧有景观。OK， 这是一个主卧，哎，他真的很喜欢黑色的家具，床上用品都是用黑色，是不是？地毯也用黑色。OK， 来到他这个主卧的这个阳台，那你就能够看到洛杉矶的 downtown 啊这些一些景观了。当然了，还是要吐槽一下，就要穿过这一根电线。还好吧。对，要穿过这根电线，那这个是在这里没办法避免的。是。在洛杉矶比弗利山，它这里每一个都是依山而建，然后它的电线都没有办法埋在地下，不像尔湾啊、Newport 啊这种平地的这种城市，你可以把电线埋在地下，它都是竖在一起的。OK， 这一个暗黑风的卫生间，你们喜欢吗？看一下它这个台面，樱花也好像一个，哇，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这个、效果有点说不出哎，你说它像不像？一些一个动物头像啊，头像有点像。哎，这卫生间，你看这台面，它是这种凹下型，向下下的这种。对，它和现在真的是取这种亮色调，完全是反着来。反着来的，对。OK， 再往里边看，对，它在某些很 special 的区域，它都要有一些 special 的特设计，比如说这里开一个天窗这样子，开一个窗户。可能屋主给设计师的就是要黑。然后要不规则，要不规则，对啊，你看这样他就能看到这个大树嘛，对吧？是的。窗户和任何的一个位置开的总是让人觉得哎很惊讶。这里又是一个卫生间，也是开了一个小的天窗。嗯 ，OK， 他楼下还有一层，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到他最上面的地方。OK， 下来以后应该是他的一个娱乐室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这里只有一个客厅，我估计他想做影音房，但是又有点局限，所以没有做成功的那种感觉。好吧。然后这里是什么东西？是酒窖吗？不是哎，它总是一些我们认为该是酒窖的地方，然后不是。
那这个只能是酒窖啊。这地方如果是中国人的话，可能是个佛堂。Sorry， 越说越觉得毛骨悚然。你看，那是洗衣房在这里。OK， 哇，这间房真的很，住在这间房的人，他喜欢很暗是吗？他真的喜欢很暗。你看这边这个一个布景，是不是？是的。哎呀，我怎么说呢？突然这房子好像会想各种办法不让光进来。对，这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卫生间，反正在这一层有点冷，不要把大家吓到了。Anyway， 我在这里做个 ending 吧。800万，好莱坞附近啊，就是下去就是 Sunset Boulevard， 然后刚才说了五房，5767尺，今年新建的，现代屋，暗黑风，你们喜欢的话留言。好，我们下期见，拜拜。